然后可以跟你拍嘛哈，因为我都串到好了啦。伊这要偌大点知啦，横空就跨特写。来，你看哦，哎，这个应该是那个椰鱿鱼，它上面这一块是不是？啊，但是这那黄种它也要大的啊。啊，这个一片是要多少？这个200。这个200哦，啊，这几块？100。来，白龙血抓来，龙抓手这样。200，这你讲这250的对好吗？白龙血足惊食袂了，要不然这个200帮我买一块啦，哎。哦、我第一次看那种东西这么大呢，惊到我拢是真系惊呢。你这地就我含这地就较紧嘛，敢是？这地你的同款嘛，200。对啊，你看抓两龙抓手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哎呦，烧了！哎、欸，我第一次看那种东西呢，真好耍呢。啊，你这样一只是多少？哎、欸，美女，这几只几块？这几只几块？150。啊，这行一只好啊，这嘛行一只。啊，哎、欸，老板，你老带买这种物件？中信卡啊，真甜。这个东西这样真的是看起来非常的爽。大概烤过5分钟了。有肉质哦。哎、欸，我给你看那行好吃，我等你，我紧啊，我这个回去会剪接的。欸、我很少看到这么大只的那个鱿鱼，这算鱿鱼对吗？鱿鱼。我这来用这来算，等于人讲做那袂输那牛排那种感觉吼。这条是少。对啊，这嘛不一定，那就要买就买有啊。鱿鱼头。翅膀，哎呀。迄、那个我不爱辣啦，啊，玲玲帮我切，安尼弄中式了嘛吼，哎呀，切切，要不然它，这有130，要装到里面装不进去了。我、啊、看这个行情，看到个，看到就兴奋了。现在就，好，啊，伊这尾也是过会切安尼，那一块安尼哦，还是讲切了一块。一块安尼。啊，这个嘞，这有130的，这150。哇，你好厉害。200。这是什么的？鱿鱼翅膀。来，现在烤好了。啊，伊拢全部拢安尼弄熟了嘛吼。拢熟了。听无代志啦。哦，都熟了啦吼。好，开始切了哦。对。哦，这样等一下中嘴巴里面送进去一定很爽啊！哎、欸，我都爱你切好啊，你来得。还要再切吗？没有，没得了，就直直的。我这样等一下回去太长再弄就好了。哎、欸，你自己这样卖这个不会很想吃哦？还是都习惯了？习惯。然后那个粉。啊、我不要辣哦。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那个，鱿鱼翅膀哦。来，爱的魔力转圈圈，转圈圈，哇，转圈圈，初恋的那种感觉已慢慢出现。哎、欸，这刚好能用那个。签吗？就这样签着再吃的。没有了哈、喔。啊，你也付筷子了吗？没有了哈、喔。哦。我等一下就要先处理一条了。然后这个妹很大方，她同意这样跟我拍摄，她也愿意露脸，非常感谢她。我刚才两把，然后小孩子把我放在一起。好，放一起好了。来，好了没有？感谢美女大方让白龙雪拍摄，我要去吃给同学看啊。来，白龙雪为了节省时间，直接拿出来。哦，你把这剁掉了，吃这个做公益哦。
对不对？哦，肉夹，那个肉很脆，很 Q。哦，我一直在能把这腰子削，够大呀、啊，真高呀、啊，好像只要从嘴巴送进去啊。嗯。哦，哦，心痛呀！嗯，哦，高姐，哦，这挺好赞。哦，好啊，今天的那个，还有什么夜市美食哦。